要赢下小贝试炼，就必须突破五图终结。啊！切，你要是真在一个月内提升到五图终结，都不用比，身体就先受不了了。反正开启虚无漩涡之后，不修炼也是死，还不如努力修炼，起码可以保护我的家人。啊！请前辈帮我。好，那我就传授你一套功法。那这卷功法既可断体，又能实战。你好好修炼，一个月之内必能突破五图中阶。啊，玄阶功法，封家数百年积累，也只有一部黄阶功法，这竟然是玄阶。别高兴太早了，你的前辈们都是因为修炼懈怠，承受不住虚无漩涡的逆转，爆体而亡。要是怕了也没关系，我可以。天将降大任于斯人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。前辈放心，我懂。那你自己练吧。我要睡美容觉了。不是玉兰城的废柴吗？鼎鼎有名的封家少主封浩吗？哦，对了，你爹废了，你不是封家少主了。杨奎，让开，没工夫听你扯皮。哼，我就不让，你打我呀。嗯，臭小鬼，看招！点点点，快啊！一起上！哎，打！打！停！呀！呀！嗯？啊！打！没用的东西！哼！半个月后的小贝试炼上，我要让你跪下求饶。是吗？那我拭目以待。都来看看呀，店里新酿的果子酒又香又甜。哎，我听说杨家少主已经突破中阶五图了。那有什么，据说胡家少主已经是高阶五图了，这次试炼
肯定是他拔的头筹。终于掌握了虎洞天地意识，这下子就有把握赢下小贝试炼了。前辈，能不能别吃了？这个种子比前几天的好吃，明天再去买几个过来。我要五只。不是吧，这就被我给吸透血了。我就知道你一下子修炼到终结五徒，经脉就受不了了，必须休息调养。不行，我必须参加这次试炼，只要前辈帮我度过这次难关，我就给你买五个肘子。呀，现在知道求我了，五个可不够了，我要20个。8个。15个。10个，不能再多了。好，成交，10个就10个，你可不许耍赖啊。其实很简单，只要你成为御者，就能马上治好经脉。成为御者必须要吸收药典，我到哪里去找药典啊？天地无常，风月未停，一剑太聪明，舞女踏碎地庭，潜龙离月，乾坤稳定，千载至尊，成败谁凭，看赤脉张力，厚颜孤鸿牵引，难诉衷情，再问天命。药典初期，玄黄粉顶，千载烽烟也未凝，天劫重重，地脉觉醒，势如浊酒，谁梦谁醒，此生化茧幸福情，何惧何憎，挥剑斩尽，九霄外剑意纵横，地云之上听风鸣，曾乱中无影鲲鹏，我谢我命。天意无常，风雨未停，一剑待重临，舞霓踏碎地庭，潜龙离月，乾坤稳定，千载至尊，成败谁凭，看赤脉张力，厚颜孤鸿牵引，难诉衷情，再问天命。这是上古神农氏所创的神农药典，乃是世间药典之首，可以解百毒治百病。啊，滴血认主吧。怎么没动静？难道虚无之体也无法得到神农药典的认同吗？
龙鳞草、火龙花、虚莲草，这些都是珍稀灵药。哼，神农药典里记载着数万种灵药，收集的灵药越多，药典的力量就越强，集齐所有灵药就能百毒不侵，多种的伤都能顷刻间痊愈。啊，嘿嘿，好啦，你快用药典疗伤吧。封号怎么没来？你还真想和那个废物比试？等着吧，我一定让他跪地求饶。小辈试炼正式开始，四大家族的弟子可以随意挑战，战至最后成功守擂的便是胜者。哼，我要挑战封家封号。时间来不及了，必须尽快治愈，去参加小辈试炼。这段经脉已经被修复，只是有些堵塞了，忍住痛，冲破它。封号人呐，一炷香时间内要是没有应战，就会被取消资格了。他就是个废柴，肯定躲在哪里哭呢。哼！怎么这么难冲破？要来不及了。废物就是废物，香要燃尽了。封号就等着被取消资格吧。可恶，就算我现在修复好经脉也已经来不及了。杨家杨奎挑战封家封号，因封号未到场，取消封号参赛资格。哼，等一下。封号应战。是封号。那个废柴在外面惹是生非，还害得封家在这种大日子丢脸。哼，输了固然丢人，但杨奎赢一个废柴又能光彩到哪里去？爪子爪子，十个种子。知道了，等我打完再说。哼，切，这么点小挫折就要放弃了？难怪别人说你是废柴。哼，辛苦说的对，我不能放弃。冲破他，冲破他，冲破他。根据规则，你已经被取消资格。让他比，反正结果都是一样的。杨家杨奎对阵封家封号，比试开始。臭小子，我已经突破五毒终结了，要是怕了，下跪磕三个响头，我就放过你。别废话，出手吧。哦，封号那个废物都能打退他，杨奎也不是很强吧？
绝不可能输给你这个废物。这应该是杨家拳法里最强的一招，这一拳下去，封号必死无疑。金刚拳，去！哼！我的手！这怎么可能？我儿可是武徒中阶，怎么可能被一个废柴？他能一招击败杨奎，应该也突破武徒中阶了吧？哼！封号对阵杨奎，封号胜。老祖呢？老祖对我们有大恩，我专门摘了这延年益寿的碧梦果，还想让老祖尝尝呢。怎么起雾了？这是长明仙玉的生机，可是仙玉生机怎么能凝石成雾，没人所见呢？我想起来了，老祖来这里是为了拿生机种花来着。这些不够。此处开采过度，以致生机有亏。老祖，我知道怎么解决。神光宗祭司驻扎此地千年，他把私吞的仙草全部藏在了藏锦阁里，数量足以弥补仙玉亏损的生机。你想要什么？我想报仇。
愿神主与你同在。上面听说有几个独身者闹事，命我过来严查。石红尘，你可要好好解释。哦，还请监察大人明鉴，那几人已被处理，我必不会让长明仙域生乱。你在这富饶之地许多年，可让我不少费心呢。我知道，所以我在藏锦阁里给您备着厚礼呢。这是怎么了？长明仙域生机消散了，快转移仙草。那几个造反的毒神者不会闹过来吧？神主不会让他们放肆的。再说我们神光宗的防护阵法可不是放着当摆设的。是啊。哎，怎么回事？我靠，生机果然不少。不错，祭司大人可真能囤啊。大胆，敢动祭司大人的东西，不要命了？快还回来。辈子的积蓄让你偷了，我的仙草，你对我的仙草做了什么？生机仍需炼化。混账，我把你也炼化了。是你？说怎么冲着我的藏锦阁来了？原来是老相识啊！当年你我至交好友，你却栽赃于我，把我打为异端。谁让你不识时务，非要拒绝神主的招揽？镜花冲月！石红尘，我受过的苦，如数奉还。让你活着也是留了情分。既然你非要找死，我也只好成全你了。要死，我也会拉上你。你忘了，当初还是你帮我收集天材地宝，助我炼化了这宝镜，让他有了吞天纳地的神通，就算搭上你的性命也不可能逃脱。你怎么突破了？我以前识人不清，但这次我跟对了老祖。薛柳，该醒了。《长明仙域》竟然复苏了，不
不仅如此，还成为宜于修炼之地，有点才华呀。只要你愿意入神光宗，我可以不计较你之前的冒犯。滚！不识好歹，拒绝神光宗，你会后悔的。